雅的气质，音乐的才华。她是杨法柔，从小具有灵异体质，经常遇到超自然的事件。长大后因着这样的特质进入殡葬业，成为礼仪师。那有一次呢，就是棺木要从礼堂然后推到这个火葬场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圣灵就告诉我说，棺木进去并不是人生的尽头，而是永恒生命的起头。我们知道我们去了哪里。在工作中常会接触意外身亡的案件，尸首残破分离，自己又不断地与鬼魂互动，日积月累形成精神压力。为此他四处祭拜寻求解决，却没想到引来更多的搅扰。右边是肺脾肾，所以这个是肝。然后在父母的劝说下，杨法柔离开台湾到大陆学习中医，之后在澳洲执业期间遇到一位热心友人传递福音，也因着一篇经文让他得以摆脱长久的邪灵辖制，享受到从来没有过的宁静生活。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来宾哦，从小呢就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小时候就开始学音乐。大家都知道呢，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但可能不知道学音乐的孩子为什么长大会去当礼仪师呢？生命历程相当特别，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点分享。欢迎杨法柔，法柔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刚才说你从小就学音乐。对，我是念弹琴嘛那种。对，就是念音乐，音乐班、音乐科、音乐系。哇，这正规的哎。对对。那怎么会长大去做礼仪师？在我小时候，爸爸是外科医生，那有做一些急救的这个动作，然后我才从小在旁边帮忙，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爸爸他做这个工作很有意义。那后面我就会当礼仪师，是因为我觉得是可以帮助人，是可以帮助人。对，就是帮助那些离开的人，也帮助他们的家人。长大打工的时候就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是不是？我高中打工的时候有到殡仪馆去打工，然后我是拉二胡，因为他有分很多场嘛，早上、中午、下午，那我就是跟同学一起去打工，然后我就是拉二胡，就开始有跟那个行业有一点连接在一起了。对对对，同学都有去打工啊，好特别哦。还有个很特别，听说你从小就体质上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感应，就是比如说在家族聚会当中，或者是爸爸的病人来到诊所看病，那我会突然看到他旁边的那些鬼魂，那些我不知道别人看不到，后面我才发觉说好像他们在跟我对话，然后也只有我跟他们对话。对。然后小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的身边都是他们都跟着我，可是他们也都陪着我，应该是这样讲，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让我或不舒服的感觉，或是让我害怕，都不会。所以你刚刚所谓的对话是真的就是有声音出来，这样聊天听得到，是这样子的意思。是，就是平常怎么跟他们互动呢？他们会跟你对话聊些什么东西啊？我小的时候，我都会去买一些可爱的 Hello Kitty 那些笔啊什么的，那我就跟他们聊，就是说，哎，你帮我选哪一个好看？是，那他们就会帮我看，这样，就是像朋友这样。反而是因为我的体质，所以其实我跟同学的互动并没有那么好，就是可能你问我说你吃饭了吗，那我可能回答你还好，那同学就会觉得说我怎么都是答非所问，然后没有办法跟我好好的聊天。我因为我看得到的是不只是人嘛，那还有鬼嘛，所以他那个我眼睛看到他是重叠在一起的。哦，那有时候小时候还不明白的时候我会搞不清楚。是有没有我现在想起来记忆还比较深刻的那种跟鬼互动的画面？我的外婆啦，她住在我们家里面。对，然后她初一十五她都会拜拜嘛，然后会烧金纸，然后会煮整桌很丰盛的啊，猪肉猪脚啊，然后我就跟鬼朋友一起就哎，赶快吃东西了，今天好多好多东西吃，因为比平常还多嘛，因为普渡尤其是七月份的时候，我跟鬼朋友最喜欢七月份普渡的时候，所以我小时候长得蛮胖的，就是一直吃初一十五，尤其是我们最喜欢等待，就是好像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好东西跟鬼朋友分享，那就是大家一起吆喝，哇，赶快桌上全部摆满了这样。你形容的真的好像大家在聚餐呢，就是啊，对那种感觉，party 啊，聚餐的那种感觉，他们都在我旁边当我的朋友，平常都一直
陪在我旁边。对，所以你刚才在讲说你没有特别让家里头长辈知道，爸爸妈妈都完全不知道，你都从来没有跟他们反映过说你会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他们都不晓得我有这样的状况。爸爸在医院忙嘛，那妈妈在旁边帮忙，然后哥哥姐姐也都不知道。是，哇，好，我就自己沉浸在跟鬼朋友很好的那个氛围里面。哦，不过感觉起来在诊所里头还是难免会看到一些比较生老病死嘛，哈。我小时候比较有印象的是有一个病人，他是插着关刀进来的。哇，对，然后械斗那种。对对对，然后他插着关刀，然后从后面往前面插过来。那他进来的时候，他是一直就是可能快没有办法呼吸。然后爸爸就讲说，就说哦，你这样，你这个状况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没有办法帮你处理，你赶快去大医院。那妈妈是助产士，然后妈妈帮人家接生，所以我也看过小时候小孩子他流产引产出来的那个小孩子的那个样子，小孩子那个样子，我就看过那个 baby 的那个样子。对对，可是那时候，因为我觉得是从小就在外科跟，就是妈妈是助产士，对，是血淋淋的那种画面。我就是从小会在旁边帮忙，而且我看到的是，我觉得是就小，我像小帮手这样子，所以也都没有害怕的感觉啊，一个小女孩没有。因为他们也不会来害我啊，然后他们都陪我啊，就像我好像很多好朋友一样，所以我小时候不会害怕他们。那反而是我去到庙里面，我看到那黑黑的偶像等等之类的，我会害怕。或者是说有些是在路上游行的一些，他们有一些仪式的时候，有一些偶像在路上的时候，那我听到那个音乐的声音，鼓的声音，或看到偶像在路上，我就会害怕。哦，对，那你一般会跟他们对话什么呢？就是他们会问我说：“你从哪里来的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几岁啊？”那我小时候就有一个 confuse， 就是说：“哎，那你是大家都拜你的，那你怎么还要问我说我是谁？然后我几岁？我家地址？”对，所以小时候，就是跟妈妈去宫庙，其实都不太专心啦。杨法柔长期与邪灵互动，在旁人看来会有着怪异的行为，阴沉的外表也令同学害怕，逐渐疏远，这也使得她越加的孤独，而与鬼魂变成好友，于是身体和精神也受到影响。他说他很小的时候以为说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他不知道说只有他能看得到。后来长大之后就说，人家说，哎，你华柔你在跟谁讲话？他说跟他。他说他是谁？没有人啊，那你一个人怎么在那边水水凉？他那时候才知道说只有他能看得到。他也以前愿意接受啊，因为他看到邪灵啊，看到那些物鬼啊什么，他不害怕吗？不害怕就是接受他嘛，这很容易也这些。以前我一看他的眼睛都知道他有问题了，因为邪灵在那边的眼睛不一样的，他有点哀哀啊，有点气哀气哀啊，他眼睛啊有点不会灵活的，不会灵活。那些要邪灵在那边那些人会放那个青光啊。如果用俗话说，应付阳界又要应付阴界，所以我想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一件事情。那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肯定他一直不断的累积这样子负面的情绪跟压力，而且我们相信他也不希望见到这些属灵幽暗的诠释，所以对他来讲一定是一直在抗拒。可是他越抗拒，好像越多的压力就临到。从小就有灵异体质的法柔，到长大之后呢，也开始去接触到了一些所谓有法术的这样的神坛。所以法柔，你什么时候开始去到这样，什么情况下去到像这样神坛，那个经验大概是怎么样？就是家人带着一起去，那是一个道场，一个道场。对，那我们就有住在那个道场里面，就有过夜。那我比较有印象是说，晚上我们在过夜，我在睡觉的时候，然后那个道场的负责人，我看到他自己的这个魂魄灵魂，他自己的魂魄出来，然后他出来到我的旁边，跟我在睡觉的时候，对，半夜两三点的时间，那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国中，差不多国高中那个时期，他跟我讲说，我要收你为弟子，我教你我所有的法术，对，然后
因为他是施法的这个负责人嘛，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不要，我很害怕。对，后来他的灵魂，他的魂魄又回到他的身体里面。不过你从小已经非常习惯这种鬼魂之间的互动，为什么看到这法师的魂，你反而会觉得很害怕？因为他让我感觉好像就是他会对我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还是怎么样？就是像坏人那一种，我就觉得很恐怖。嗯，后来你开始到藏仪社，你说因为高中的时候学音乐就去那边打工嘛？对。那怎么样是真的进入到了殡葬业呢？我的奶奶她去世，然后就给一个葬仪社的老板来办。对，那个葬仪社老板他都是办这个意外的案件，就是属于比较上吊、跳楼、自杀、车祸这样意外案件。是。那在奶奶的这个丧事过程当中就会聊天，是对，然后聊完我就跟他说我有兴趣，我想要来做这个行业。他听到你有兴趣，他应该吓了一大跳吧？对，他可能他原本是想说，哎，你有兴趣，那你要来做什么？我说就是做你跟我讲解剖啊，然后意外现场等等啊，我们要协助法医，来做验尸的这个工作。是，怎么那时候就有这样的兴趣了？虽然看得到鬼，跟有那样的兴趣是两回事，哎。因为我觉得是帮助。然后有时候在就是说帮他们验尸或是办这个整个丧事的过程，他们也会告诉我他们有一些什么需要什么等等之类，但是我比较不会告诉家属说我看得到他们的离开的那个人。对，我就用另外一种婉转的方式说，有没有他生前喜欢的东西可以拿出来然后一起烧给他等等之类的。是是是。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真的成为理事之后第一次接案的状况吗？我第一次接的那个案子是械斗的，然后他的心脏是被玻璃插进大动脉，然后我就跟我老板讲说，我说我要做什么，他说你就去跟着去解剖室，因为要查明他的死因嘛。是，对，然后解剖室的时候就法医就一刀下去，然后整个剖开来，哦，先肉，然后再骨头，我都觉得我骨头剪开，然后肝心脾肺肾在里面，对，就是要知道他的死因嘛。对，那他一剖下去，我整个就哇，哦，原来里面是这样子啊，哦，我也不没有闻到那个味道臭，我都不觉得臭，我就觉得很稀奇，很惊奇，对。然后我就在法医旁边帮忙啊，称几公克肝心脾肺肾几公克什么等等之类，做一些记录。那个时候，然后那时候葬仪社那个老板，他就觉得这个女生可以哦，她可以胜任这个工作。不过因为你有这种特殊能力，所以有时候在当下那个现场哦，你刚刚讲可能是刑案，可能是凶杀案，哦，是会不会？他们会不会跟你讲一些案情啊？就例如说，你可以帮助警方破案的一些线索，有像这样的经验吗？我记得是有一个高中女生，她是一氧化碳中毒离开的。对。那我们现场法医跟检察官，我们到现场的时候，那我们要验尸，然后因为她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就离开了嘛。那我们把她的大体，对，她单纯是个意外。对，她是意外。那我就问，因为年轻的小女生，我就问她说：“你怎么离开的？”他惊吓的表情看着我，他没有回答我，因为他都不知道他怎么离开的。因为太瞬间了，对，太意外了。对，所以刚才你在讲的，你讲到这个一氧化碳是一个女生嘛？对，所以是因为她是一个女生，有的时候其实你的女性的身份是可以做一些，如果是男性理事比较不方便做的事情。对，就是就举例说，那个女生她离开，那因为她高中生，所以她离开她是在浴室一氧化碳昏倒，所以她身上是没有穿衣服的。对。那当然，法医跟检察官在验尸的时候是没有穿衣服，可是你验完之后，我们要把她移到殡仪馆，其实我们要帮她穿衣服。那我跟我的同事就是男生的理事，我们要一起做这个服务的时候，那她的妈妈就很抗拒，就是说叫我的同事男生的理事不要碰她女儿的大体。对，那我们就特别跟妈妈讲说，这是我们的专业的部分，可是沟通下来，妈妈还是不愿意。那我就带着死者的姐姐，然后来帮她这个妹妹来穿衣服。那我觉得在现场有一些像，还有一些凶杀案，要采集下体的一些这个动作，可能先前有被性侵的，对，或是被性侵的那些案子。我觉得如果现场有一个女性的服务人员能够在现场来做这个动作跟服务的时候，我相信对很多的家属，尤其是意外案件的家属来讲，会比较安慰到他们。确实这个工作女生应该也比较少哈。对，女生比较少，因为那个就是你是24小时，然后你所有要处理的大体，有些可能是臭掉的，有些可能是有蛆的，有一些可能是比较不好处理的大体，所以
女生来讲相对比较辛苦，所以你也碰过有趣的啊？有啊有啊，也是凶杀案、啊嗯、那他就走了一段时间，然后被埋在土里面，因为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他的衣服其实不能用剪的，而是要用脱下来的。那法医就指示说把他衣服脱下来哦，拿到外面让记者拍哦，他这个比如说大概50岁五十岁女性，嗯，大概身高多少？对，然后她的衣服是穿这个内衣裤、上下裤，是穿这个。那个时候就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家人认识她这个死者。对，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因为她已经都是蛆了嘛，那衣服脱下来，然后我要把衣服拿去，法医说把衣服洗一洗，因为那上面都是土，都是蛆。那他叫我把衣服洗一洗，其实那个蛆都爬到我的手上来，天，那个整个水槽都是蛆，那我就洗他的这个衣服。你没有一点点的害怕、恶心、负面，想要逃避、腿软？你看我已经用这么多形容词，我觉得是帮助这个死者，因为也不知道他怎么走的。是是。对，那在只要是在这个意外现场在做这个服务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你在经历了这些之后，你对于生命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在那个阶段，就是珍惜每一次跟家人、跟朋友的相聚。嗯，对，然后你会变得比较看淡生死，就是哎，人生就是这样子，那你会很珍惜当下该做什么事情，把它做好。是，那你父母亲对你做这个工作，他们的反应？他们的反应啊，他们反应非常不能接受。嗯，对，因为他们觉得说，从小家里是给你很优渥的生活，对，然后也让你栽培你念了音乐科、音乐系、音乐班，对，然后你一个干干净净的女生，那你怎么样要去扛大体，然后要去做法医助理，做这些真的是人家比较不想要做的工作。我就请我的学妹来跟我一起睡，结果我学妹来陪我睡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她就听到有声音，她就说学姐你房间有人吗？她就听到脚步声、哦、然后我们有宿舍有铺那个软垫，就那个地板就有那个凹洞，这样脚步，这样我学妹吓到赶快就夺门而出，对，她不敢再跟我睡。成长于医生世家的杨法柔，从小就深受父母的栽培，期待他将来能继承衣钵。你也太紧了吧？上班就会紧啊。你没上班也紧啊。啊，你把病人看好了，你自己都生病了，病人筋都松了，你的医生筋都是紧的。孝顺的杨法柔达成父母的期望，成为中医师，并透过长辈的介绍赴澳洲执业。然而对殡葬工作始终热情不减，放假返台依然重拾就业，看在家人眼中也只能默默祝福。生死嘛，我医生的他是 他管死的，就是这样子。我也还好啦，他感觉很有兴趣那就可以啊，没有什么不行啊，只是我叫他讲说那个卫生方面要稍微注意一下哦。那个尸体本身本来就是那个腐化的时候就很多那个细菌嘛，所以你要自己要注意一下。只是担心好没有适当的休息，因为他这种工作就是，那个时间是不固定的，对啊，他有时候晚上就要接他电话就要走，就要冲到哪里去，对，只是比较担心他的安全呐、啊。我有听过几次，就是一些比较感觉上，比如说跳楼啊，或者是从河中打捞上来等等这些，我想在面对这些遗体的时候，其实是很辛苦的。好，那不是一般我们所能够想象那么样子的容易跟简单。那我想在情绪上那个调试，其实是也是非常辛苦，要常常不断的调整。他自己的情绪，一直到他可能叫做下班回到家，他要重新调整他面对家人这些情绪。
李医师这个工作虽然法柔自己做起来他觉得很有意义，但是爸爸妈妈实在是不喜欢，逼着小孩后来转而要去念中医，所以法柔后来去念了中医了。我妈妈跟我讲说啊，我们最大的心愿啊就是看到你去念中医啊。听到妈妈这样一讲，因为又加上我一直体验到生死无常，百善孝为先，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毅然决然，我就赶快就直接就到中国去念中医。这样是在哪边念的？在广州。哦，在广州念的。学中医好玩吗？蛮闷的因为其实音乐都是还蛮，虽然说我的工作一直都是学音乐嘛，以前对，虽然说我的工作是比较严肃的，对，但其实私底下还是蛮开心的。就是一个年轻女孩嘛，对对对，就第一堂课就上阴阳五行，那时候我就很无聊，我就因为我这边本来有一个刺青，是它这边有一个黑点，然后呢，我就第一堂课我就上阴阳五行，我就拿着笔，然后讲阴阳五行，哎，我这边一个黑点，我就把它刺成一个阴阳的那个图案，那个时候我已经无聊到这样子，你有特别兴趣？我只有对解剖学比较有兴趣。哦，对解剖学比较有兴趣，因为解剖学那些大体都是泡过福马林的嘛，那我们要研究它的经络、它的肌肉什么，那我就那堂课很多很多同学都不太敢看，我反而很开心。对解剖学这么有兴趣的一个活泼、年轻、漂漂亮亮的女孩，同学都怎么看你？他们觉得我怪怪的，因为我们要一起吃饭嘛，那我都是吃素的，对，然后吃素学佛，然后又打扮得很漂亮，然后香水都喷得很香，然后又上解剖课的时候又很有兴趣这样，然后一直觉得我身上有阴，他们一直觉得我阴阴森森，觉得我怪怪的，可能是一直在那个葬仪社的那个环境跟殡仪馆跟意外现场环境吧，对，我同学就觉得我怪怪，然后那个好像会让他们害怕，那你到大陆之后还是有看到鬼？就是同学、学长、学姐，我们会在晚上的时候出去吃饭，然后去庆祝一些活动、生日等等。对，那在那种就是像夜店的这样的场所，他们那些阿飘就会跟着我回到我的宿舍。一个蛮大的困扰是我不太敢一个人睡觉。是你不是一直以来都不害怕的吗？那我觉得他们那边的比较凶啊，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鬼有分好鬼跟坏鬼，在我身边就是好的，然后去到那夜店呢，他们都比较凶神恶煞的，对，他们就会做一些怎么样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事情吗？他们会在半夜打我啊，打你，对，然后把我就是不让我睡觉，那因为我白天还要上课，那晚上他们都不让我睡觉，我就很困扰，常常跟他们讲说你们可不可以让我好好的睡？同学有发现你不大对吗？同学是没有发现，可是他们觉得我怪怪的，而且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不敢一个人睡觉。所以我常常晚上都拿着棉被跟枕头，然后去敲同学们说我可不可以睡你房间的地板，对，那反而是这样子那些鬼就不会跟着去我去同学的房间哦。那同学有时候会觉得好像也蛮麻烦的，角色困扰，对，然后后来因为有一次那个同学他不让我去睡他的地板了嘛，那我就想说怎么办呢，我又不敢一个人睡觉啊，然后我就请我的学妹来跟我一起睡，结果我学妹来陪我睡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他就听到有声音，他就说学姐，你房间有人吗？他就听到脚步声，然后我们有宿舍有铺那个软垫，学妹跟我都同时在，我看到的鬼是他们不会显现给别人看的，可是那一次他们显现给我那个学妹看，因为她陪我睡，然后他就那个地板就有那个凹洞，这样脚步这样，我学妹吓到赶快就夺门而出，对，他不敢再跟我睡，他也不敢来我房间，然后我说那我去你房间，他也都说不要。很害怕了，就真的是被搅扰了。你回到台湾，他们也跟你一起回来？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一直跟在我旁边啊。好，那段时间在台湾，家里的人也有一些在信仰上面、在宗教上面的一些状况，是不是？就是家里有去一个道场，然后有一个请了一个偶像，里面是有妖魔鬼怪的。就是、你有感应到的？对，我有感觉到，然后我就很害怕，我就把那就是拿到外面去把它烧了。可是这个事情，妈妈对我非常非常不谅解，对，她就觉得说你怎么会说那个是不好的东西呢？是，对，那我就跟她讲说，我感觉到那个是不好的，可是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家人才知道我有这样的体质，因为我觉得不得不说了，所以在那个事件之后，家里人才知道，对，才知道，那你后来去澳洲了嘛？对不对？对，后来去澳洲，还是有这样子的状况，还是有。比较记得有印象的是，我租了一个房子，是。然后晚上我要睡觉的时候，第一天晚上有一个老太太就朝着我走过来，她也不说任何的话，我就吓到。那我就跟房东讲，房东就有找了
找了师傅来，结果干净就是安静了两三天，又开始后面又开始吵，啊，这个从中间我大概两个月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是对，那其实我每天早上起来那时候很虔诚的做早晚课，然后会点香做这些仪式。那那时候我就因为两个月没有办法睡觉，我就觉得说奇怪，这个我请回来的这个小偶像你怎么都，所以你也有个请一个像跟你一起在澳洲，对，就是我固定都有在家里面会有供奉偶像。那时候我想说我每天都那么虔诚哦，怎么都没有效。后来我一个朋友跟我建议说，你要不要拿圣经出来试试看，想说好吧，那我就试试看。睡觉的时候我这样睡，然后我就把那个圣经放在我的枕头旁边，哎，很好睡，这个是第一次。然后第二天我不相信，我就又把它放在书桌下，可是半夜大概两三点的时候，不行，我又被吵了，我又没办法睡觉，我又在摸黑，那我就来回试了三次。后面第三次试完之后，早上起来我就拿着圣经，黑色的这本圣经，我又看着那个偶像，我说为什么他我都没有打开来，可是他却有效，可以让我好好的睡觉，而这个你怎么都没有办法让我好好睡觉。那个时候就有个观念是，哎，那这样是会觉得我拜的这个偶像是有效的吗？就没有再拜就对了，就没有再拜。不过后来你有一次好像还有一个观落阴的经验，就是人家说那个地方是可以看到地狱的哦，那我想说看看那个地方是可以，那个道场是可以看到地狱的，那是真的吗？那我就去，就其实我一进去，然后那个负责人就把我眼睛蒙起来等等之类的，结果就大家印象当中做一些仪式，对 对，其实我什么都没看到，对，我什么都没看到。哦，后面我回家的时候，那个道场的负责人，他晚上他的灵魂又来找我，然后就是一直骚扰我。那怎么处理呢？也是又再去了另外一个道场，然后有另外的这个道场的负责人又在帮我处理，就是前面的那个被搅扰的情况，就道行更高的，对，然后就给我了一本他们要念的一本经文，那个经文其实是不是一般的经文，我都要用注音符号写，然后那个道场的负责人就跟我说，你每天回去你就念三次，睡觉前你就念三次，然后我大概念了快一个多月，我就想说我到底在念什么，这样念到底有什么意义，后来我就也没念。远赴异乡做中医师的杨法柔，虽然人在海外，依旧被灵界缠绕，到处拜拜寻求帮助，却让内心更加的茫然。那时候我上班啊，我每天都会坐火车经过雪梨大桥，那时候我并不觉得特别的美，只觉得哦 OK， 对面是雪梨歌剧院，然后这是雪梨大桥，很漂亮。回到台湾反而会很怀念那个地方。偶然的机会听闻福音，让他开始接触信仰，也意外地经历到内心从来没有过的平安。妹妹这样360度转这样的改变，当然那时候是很讶异啦，也很刹那，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欣然的接受啊，因为毕竟感觉适应了以后感觉很好啊。对啊，因为这一路走来他其实是很辛苦的，他那时候不懂得说自己到底是要该信什么，其实时间到自然就豁然开朗了，什么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对啊，我感觉他现在很开心啊，所以我感觉他就对了。以前那个法柔是非常活在非常痛苦之中，因为一天到晚都被搅扰啊。他现在呢，他现在不是，他已经完全放松啊，因为他蛮追求的，所以说他的灵命非常的增长得很快，他也能听到神的声音啊，他神在跟他讲话，他都能知道，他都能听得到，所以说他就变成一个非常快乐，而且又信心饱满，而且每天都会念经文给很多人。他说他念经文给人其中我是一个哈，对，他差不多有30-40个，他每天都在念的。所以法柔，你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接触到福音的？那是我在澳洲的一个病人，一个姐妹，然后她进来的时候，她跟我讲说，请我帮她针灸。她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是神让我来找你的，请你帮我医治的。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手上还带着佛珠嘛，我还没有信主嘛，然后我想说啊，她又在跟我传福音了。那后来我就，她一个礼拜来三次。在后面的治疗的时候，我就问她说，你看不看的？就你们教会有没有看得到鬼？
鬼的这样的人，他就说有啊，他说如果你来教会，你受洗，你信耶稣，你就会看不到，就不会再搅扰你了。所以他知道说你有特殊的体质，就是在我们在做治疗过程当中，我有跟他聊，对，他就说那你要来到教会。后面我有跟他讲说，我在我们诊所的后面的那个治疗室都会看到一男一女的外国的阿飘，那他们其实不会影响我哦，他们只是看着我，可是总会觉得就是不舒服嘛。有一天我要坐火车上班，他就发了一个决志祷告文给我，他说你试着把这个决志祷告文念出来，好，然后你在你的诊所门口你就讲说，哦，奉耶稣的名，我命令里面所有的邪灵污鬼都出来。他说你相信，当你做完这个决志祷告，你开门你进去你试试看，你就再也会看不到了。我就念了他的这个决志祷告文，我念了之后我走进诊所，其实我很害怕，可是我并没有马上去穿我的医生服，我就走到最后一个诊间，我想说看看那个决志祷告文有没有效，我就打开那个门，哎，没有看到了，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会再看到阿飘，哦，就对，都看不到，都看不到。那你那时候在澳洲已经做了多久的中医师了？两年多，快三年。那什么样的状况又想说要回台湾呢？因为妈妈肺腺癌，然后我知道说她的日子不久了，是，所以我想说回来台湾陪伴她。我要回来的那个时候，我要把银行关起，就是那边银行 close。对。然后我就走在雪梨的街道，后面就有一个，我就经过一个教堂。然后经过教堂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就很温暖的声音，就说：“哎，你进来啊，你进来啊。”然后那时候我就确认说，那个不是阿飘的声音。好 ，OK， 我就走进去。就我走进去坐下来，我就看到好多好多好多的小天使过来。其实那时候我不晓得，其实后面我信主我才知道那是圣灵。那时候我看到很多小天使过来，那个爱，那个感觉是很温暖的，然后一拥而上围着我，然后跟我说：“我们帮你祷告，我们帮你妈妈的身体祷告，我们帮你的事业祷告，我们帮你的健康祷告。”然后他说，然后圣灵小天使他们跟我说：“我为你所有烦恼祷告”的时候，我就整个就哭了，因为其实我很害怕回台湾。你那时候很害怕回来台湾？我觉得台湾很多的鬼魂。他从小就一直跟在我旁边，我吃素学佛，念很多的经文回向，可是都没有用。但是我觉得我必须为了妈妈，我就是还是觉得我要回来陪她。然后当圣灵他们为我祷告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其实我自己的害怕，我自己不知道，是他们来为我祷告，让我知道说原来真的有神。因为他们祷告完之后，后来我就神开始跟我讲话，他说：“你的手机拿出来，你下载 Good TV， 你下载每日灵粮，你每天要做这个功课。”然后我就跟神讲说：“好。”他说：“你不要害怕，你把你所有的烦恼跟你重担交给我。”然后我就说：“好。”后来神就在我身上画一个十字架，他说：“你就已经是我的儿女了。”对。然后后来开始之后，我就知道说，我回台湾，我要去教会，我要信主。对，所以回到台湾之后呢？回到台湾之后，我其实那时候我在飞机上，我就一直跟神祷告，我说我怎么样让我的家人接受这样子信仰，认识这个神。然后我就进到家里，我就跟我妈妈讲说，我唱奇异恩典给你听。然后妈妈就也没有反对，她说，我小时候就听过。那我就觉得 OK， 那妈妈这个部分是没问题的。后来到了爸爸的部分。我爸爸就说他有梦到耶稣到他的梦中跟他讲说，我会保护你，我会赐给你水喝，你永远不会干涸。我听到我爸爸这么讲，我就跪在地上，我就一直哈利路亚说感谢主。早在3个月前他就已经到我爸爸的梦中告诉他说他会保护他，所以我爸爸也就没有反对。那在受洗了之后是不是又有一些感受上的不同？我就听到魔鬼撒旦跟我讲话，他说我以前对你不好吗？你生来就是为我所用，你就是我的人。我给你很多的能力，让你知道别人的事情等等之类的。然后我就跟他们，刚开始我会习惯跟他们聊天，因为从小就跟他们聊天。后面我的牧师就告诉我说，你不要回应他们哦。然后后面我就后来有一次又是撒旦魔鬼又来跟我讲话，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跟撒旦魔鬼讲说，当因为他是用一个意念，我就说当光来光进来，黑暗就离开了。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会再跟他们有互动。对。不过你要成为基督徒的这个过程哦，因为你回台湾其实就是因为妈妈生病嘛，然后妈妈其实常常
长期都是拜拜的家庭，是，所以妈妈对于你进到教会，妈妈有特别反应吗？妈妈是还蛮，她没有特别反应，可是就是因为妈妈她做化疗嘛，都要进出医院嘛，然后要做一次一个疗程做完嘛，所以其实她每次要进去做化疗，要进到手术室的时候，我就会跟妈妈讲说，没有任何人能够陪你进到手术室，只有耶稣。是，然后其实一次一次的过程当中，我每次都为妈妈祷告，后面她就觉得说，对，祷告可以让她心安。哦，然后每次他进手术之前，他就会很紧张，就会说：“赶快，妹妹，赶快帮我祷告。”然后后面他就变成是，反而是祷告，他知道祷告，我的祷告会让他比较平安，然后他就进到手术室里面去。有一次妈妈她没有办法坐起来，因为她髋关节癌细胞转移到髋关节，然后她没办法坐起来。那圣灵就告诉我说：“你今天邀请妈妈去教会。”后面那一天我就跟妈妈讲说：“这个礼拜天你跟我去教会，你就可以坐起来了。”那其实我的妈妈第一次去到教会是坐着轮椅，我推她进去的。下一周我又要邀请妈妈去，妈妈又说好。那天是母亲节，对，然后我就跟妈妈讲说，就牧师也问她说：“你有没有受洗啊？”妈妈说没有，然后牧师就说：“那我今天为你受洗好不好？”然后妈妈就说好。其实那时候我很感动，是因为我觉得我送给我妈妈最好的母亲节礼物就是让她进到教会，然后信主，然后受洗。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身上都有神的印记，那我知道说妈妈，她信主了，她受洗了，即便她的生命快要走到在地上的生命快要走到终点，但是她还是神的儿女，那个光就是神，就是她的印记这样子。爸爸还是很想念妈妈，然后连像这个妈妈的别针，爸爸很想念她的时候就会拿来她前面，然后把它放在她的圣经上面。体验到信仰所带来的帮助，杨法柔不断地为当时癌末的妈妈祷告，让深受病痛折磨的母亲能感受到从神而来的力量，勇敢面对死亡的恐惧。当一个人生病的人，他自己没有自信的时候，你再怎么靠药来维持他的话，也是很难的。对，就是要靠妹妹啊，去感受他，然后给他精神上的支持，让他有想生存下去的意志力。他会到教会里，然后又会传福音，然后请弟兄姊妹们帮他祷告。对，因为大家都很爱妈妈嘛，很难过嘛，那总是要坚强嘛。对啊，才能这样子度过这些日子啊。看尽生死无常的杨法柔，体会信仰的可贵，让他再度重回礼仪工作，用着以往不同的观念和方式来帮助亡者的家属。安息者走了之后，他会先帮他化妆，哈，还没有送到殡仪馆冰柜的时候，他就会先做些工作，哈，啊，让家属得到非常的安慰，让人家看到他真的在做，因为他本来就是不会惧怕这些工作，所以说他做出来就是非常的顺心，而且是让家属都觉得非常的满意。因为他感受到神的爱，跟他过去这些宗教属灵的经历，我想有很大的关系。我知道他们对很多的可能比较经济弱势贫困的家庭，其实他们都会提供一些协助，尽可能帮助他们去争取或者找到更便宜或者更合理的这个价格跟方式，来协助他们在经历那个亲人离开的忧伤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帮助。法柔是因为妈妈生了重病回到台湾，那么在妈妈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也把妈妈带进到教会，一路陪伴她走到这段生命的终点。在妈妈离开之前，是不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感应？那她离开之前前三天，我看到整个病房都是黑的，可是黑影笼罩里面有一小小的光，我知道那是妈妈的那个光，就是那个也是耶稣的光。那个光有给你一些特别的感受吗？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身上都有神的印记，那我知道说妈妈，她信主了，她受洗了，即便她的生命快要走到在地上的生命快要走到终点，
但是他还是神的儿女，那那个光就是神，就是他的印记这样子。所以在这个阶段，我觉得那个光让你看到，是给你很大的安慰耶。对，那道光就是后面让我知道说，耶稣是会把妈妈的灵魂会接到天家去，是一个确据。对，就是我知道离开我亲爱的妈妈，她离开了，她在。回到天家，而不是说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这样子的。而之后你也确实有看到妈妈在天家的状况。对，后面就是妈妈离开之后，我还是一样做基督徒的这个服事。那其实我蛮害怕接到姐妹的离开，因为人家叫妈妈，我就会想到我自己的妈妈。嗯，那我就跟神祷告说，我说主啊，我很想念我的妈妈，那你帮助我，我说我很软弱，你可不可以帮助我？后来有一次，耶稣他就在一次祷告会当中，耶稣就带我到了天堂。那因为一上去是在云端，藏在云上面，所以我很害怕我掉下来，我就抓着耶稣的那个白袍。然后耶稣就很温暖跟我讲说：“孩子，你不要害怕，你慢慢走。”然后我就抓着，然后才慢慢站起来。然后后来耶稣就这样子比，就这样比。然后我就看到外院、内院、圣所、至圣所。然后我看到我的妈妈在其中。一区，然后耶稣呢就把我妈妈，好像那个是放大这样，把我妈妈放大。那我跟我妈妈对看，那我妈妈这样笑，她笑的是充满平安喜乐的那个笑容，非让我没有办法忘记。我妈妈好好，而且她那在真的让我感受到说，在天堂是没有死亡、没有疼痛、没有哭嚎的，她在天上很好。后来呢，耶稣又把妈妈又缩小，然后就跟耶稣讲说。我说我可不可以留在天堂啊？我不要下去。然后耶稣就跟我讲说：“孩子，你要下去为我传福音，传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的人，尤其是你在服事的这个礼仪的这个过程的家属，告诉他们天堂是真的。离开了基督徒，离开了你的灵魂是会真的被耶稣带到天家。所以有了这样子的属灵的身份之后，你在做礼仪工作。”也开始有不一样的心情跟想法，然后有一些不一样的看见，是不是有比较特殊的经历？让我服侍的这个案子其实是让我很感动，是我看到因为这个大学生他是家里唯一的基督徒，那他的爷爷、他的姑姑，从小带他长大的姑姑们都不是基督徒，那他是在这个乡下地方，那他出车祸哦，出车祸，他是出车祸走了，因为他们还有一些以前传统信仰，他们觉得哦要有牌位啊，哦要有等等之类，要有诵经，要有师父引魂等等之类。我就跟那个爷爷讲，我说阿公，这个弟弟他是基督徒，我们要用基督教的仪式来办哦。那你说佛道教有牌位，我们没有牌位，但是我们有照片。那我说，但是阿公，我跟你说。弟弟的灵魂在天堂，那我们跟牧师一起服侍的时候，第一个地方是到他出车祸的那个地点。那到那个地点的时候，圣灵告诉我说你放奇异恩典，那跟姑姑跟他的弟弟就说，跟他的家人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这个离开的人说的？好，然后呢，姑姑有说，姑姑是痛哭。那第二站是在撞烂的车子前面，那我们就一起在那个车子前面。这个时候圣灵告诉我，你放你的爱不离不弃，那就看到在乡下地方，然后我们唱着你的爱不离不弃。这个时候，他的姑姑跟他的弟弟就有在就是有释放，也是大哭这样子。我们面对这样子一个车祸意外的生命，可是我们做的基督教化的仪式是我们唱诗歌，我们祷告。后面再回到家中，灵堂搭起来了。圣灵告诉我，你在他的客厅，那时候我们在他的客厅，就说你放你作者为王，就是宣告。然后我就请牧师进来，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唱你作者为王，一直宣告，一直宣告。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大学生，他跪在耶稣旁边，然后跟耶稣讲说，耶稣，亲爱的天父，我的阿公叫什么名字？我的姑姑叫什么名字？我的弟弟叫什么名字？他们都还没有信主，请你让他们信主。然后这时候我非常感动，因为我就想到说，即便这个大学生他都已经出社或离开了，可是他在天上还是不断的为他的未信主的家人来代求，而且是神让我看他是跪在耶稣前面。那我觉得说，其实
原来是即便他离开，他是非常挂念他的家人，希望他们也得到这样的福音。对，我在最后我才跟他的姑姑跟他的爷就是阿公分享说，我看到这个弟弟他在天上跪在耶稣的身边为你们代求。那姑姑们他们跟阿公他们都过来跟我拥抱，就说很感谢我告诉他们我看到的事实，让他们很安慰。这个是在我做基督徒生命的仪式，那我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你觉得人生这样子走过来，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不同的转变你特别想来做分享的？我以前吃素学佛嘛，对，那我觉得我念经可以回向给身边的阿飘，对他们有一些帮助，其实不然，完全没有帮助，而且我越念鬼越多，并没有真正实质可以帮助到我，也没有给我真的平安。那我觉得其实那个是没有效果的。是，就是你要认识，你真正认识这个生命的主，你才会知道说，你没有看过真的，你会以为假的是真的。哦，以前看到偶像的光，哇，那个光啊，很大，光辉很大。可是当我看到神的光，上帝的光的时候，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最后还没有想要跟观众朋友想要说的话，就是全世界别无拯救，只有主耶稣可以拯救我们。就像他之前拯救我的灵魂，我觉得我之前的灵魂是在阴间的，可是我现在被带到了天堂，就是在地如在天的喜乐。是，我们真的常在说神造人哦，是独一无二。我相信神造你，那个独一无二更外显出来，就是大家一看到你就觉得哎，就是不一样，你能够感受到跟别人就是不一样，你那个独一无二就是很特别。可为什么神要让你经历这个特别，让你曾经在小时候感受到这种可能会害怕黑暗的诠释？你今天的分享有一句话我真的就很感动，你说那个光来了，黑暗就出去了，就像神曾经告诉你的，要出来把你经历过的说给大家听，非常好的见证。谢谢你今天的分享，谢谢。神迹对许多人来说是生命当中一次特别的经历，但是对基督徒而言，神迹则是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工作的痕迹。身处现代社会，很多人对于灵魂或者是灵界的事情常常嗤之以鼻。当然对基督徒而言，我们不会不相信有灵界的存在，不过因为生活里不多遇到，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存而不论，或者是不知道怎么面对。坦白说，在圣经里面，对于灵魂在人死了之后会去哪里，它表述的篇幅其实很少，并不多。到底人死了之后，灵魂是属于休息睡觉的状态，还是直接相信的人上天堂，不相信立刻下到地狱，还是有一个居间状态？有很多不同的传统看待这件事情。在今天我们听见法柔姐妹她生命的分享，这让我们清楚地知道，其实圣经里头给我们非常明确关于人以后要去哪里，也包括我现在正在哪里。很多人很疑惑，认为灵魂这件事情恐怕谈的是死了之后要去的地方，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活着的时候，圣灵上帝天天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在罗马书，而耶稣基督则是坐在上帝的右边，天天为我们祷告，这是我们确据的。我们看见法柔姐妹的生命，她得到自由，这个自由就是不再被那些鬼魂影响她。当他成了基督徒之后，上帝给他一个非常特别工作的位份，就是跟殡葬业有关的工作。可是你知道这个工作对很多人来说会恐惧会害怕，因为担心看到什么。可是神却给法柔姐妹一个非常大的自由，非常大的平安。这件事情反倒是别人所没有的，正是上帝给了他一个很大的自由和平安。这让我们想起圣经的话对我们说，真理是我们得以自由。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工作没有哪一个是洁净或不洁净的，我们也没有什么禁忌恐惧或害怕的。透过法柔姐妹相信耶稣，我们看见即便她在面对许多的人看为禁忌的工作，她都能够透过那个工作荣耀上帝的名，她甚至
使用这个工作成为福音的导管。亲爱的朋友，不知道对你来说，你的工作有没有是你的自由，还是你是一个常常需要看命、需要算命、需要看各样的事情才确保你如何做决定？我邀请你今天可以做一个决定，就是邀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让你得到完全的自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我们的生命可以有完全的自由。我不害怕任何阴间，我也不害怕任何鬼魂，那是因为我在你的手中。恳求你把给法柔姐妹得以自由的恩典，在今天也临到每一位凡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使我们的心不再恐惧、焦虑和害怕。黑暗不能恐惧、害怕我们，任何阴间灵界的事都不能使我们焦虑，因为我相信了耶稣。愿你将平安放在我们众人的心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深愿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中，使你的生命得到永远的平安。